那刚刚那个浪费的时间呢？就是，哇，这个小资啊，处理就比较麻烦了。有的考场啊，给个六支啊，你要一二三，哇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哇，那很快呀、啊。挑长鲤，那、啊、你要就自己看，看你长鲤的就把它挑，没有看到长鲤就不用挑，看长鲤的就挑。现在是切割啊，到底想，现在可以再拿牙。